今天新的战力要加入。原本觉得他是一个实境秀的通告，哇，力量哦！但没想到大家的好胜心远远超过我原本预期会出现的。是足球队的，现在上场是足球。这一脚相当的厉害，我的超长100米，交棒给郭彦甫，100公尺10秒97的男人，要